这个女孩为了变美，躺在了手术台上做起了全脸的整容。她不仅要垫高自己的鼻子，还要做一个精致的蛇精脸。随着医生们一阵不要钱的神操作，她很快便陷入了和富二代男友结婚的美梦里。在婚礼上，她脸上那十米长的疤痕已经神奇的消失了，她彻底的成为了一个纯天然的大美女。男友看到她漂亮的脸蛋，高兴的直接笑出了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。但当她走近一看时，她瞬间懵了一个圈。只见站在婚礼台上的并不是自己的富二代男友，而是一群拿着杀猪刀的整容医生。就在这时，女孩突然从梦中惊醒，她的手术已经完成了。睁开眼后，迎面来的是男友和漂亮护士。护士告诉她，你手术做得很成功，但是现在千万不要说话，不然伤口就有可能撕裂，从而导致发炎。女孩想到自己要变美，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。护士走后，男友说自己刚刚买了一套300平的大房子，等到你手术做完后，我们立马结婚。听到这里，女孩心里如释重负，渐渐地昏睡了过去。等到女孩醒来后，她拿起桌上的电话，想要跟妈妈汇报一下工作，但她发现电话只是个模型。到了晚上，她越想越不对劲，感觉这里根本就不像正规的整容机构。她一把拔掉插在手上的针头，晃晃悠悠地走出了病房。